大爷，您觉得人到老年以后，钱和子女哪一个更靠谱？钱。钱呀、啊。对。这个最能够靠谱的就是钱，钱拿出来方便。子女不靠谱吗？和钱相比。子女啊，他照顾你有时，另外你老人他伺候你不可能，久病床前不孝子，他是奔饭吃的，在社会上闯荡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他也有孩子，时间老陪着你的，他尽到责任，无非就是你有事了帮你吧，长久的不行。还是靠钱？还是靠钱。不说金钱万能，有钱可以说过上优越的生活。那钱能帮您解决什么？看病我不怕，我想吃什么，想上哪玩去。我不在乎我有钱，还有雇保姆，不如意我可以换。这个钱呢，没说吗？世界上99%的问题都可以钱解决。是啊。剩下1%，更用钱来解决。就说没有资金，为什么都为钱呢？没有钱解决不了的。没有钱解决不了的，只有钱都给你摆平。是，所以老年人还是要存点钱。必须得存钱，不但老年人存钱。这个年轻人是越来越光速的，什么岁数最好存点钱？存点钱，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啊？哦，一到什么事儿就需要钱，所以现在人呢都拼命抓钱。没有钱的人，他遇到困难了，情况会怎么样？他没办法，找亲朋好友，亲朋好友都躲着。你一说没钱都躲着。第二啊，就是申请救济。生病了看不起病，那会怎么办？就等死吧。哦，他没办法呀，谁平白无故给你钱呢？你要有钱人都来，你说穷困潦倒那就都躲了。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实在没辙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这个穷人到最后得了重病，那就等死了，没钱就顺其自然了。我讲，是吗？最后大夫给你停药。哦。你怎么弄？那没有子女吗？有子女他没能耐，没钱。哦。只能是这样来。子女也没钱。这时候老的就告诉他，咱别糟蹋那钱了，我也好不了、哦、就等死了。如果那时候自己有一笔积蓄，可能就拿出来了、这个存钱到什么时候都好啊，你不知道遇到什么天灾人祸呀，只要有钱我心里有底。对，所以说婚丧嫁娶啊，亲朋好友聚会啊，吃喝玩乐都有。为什么说你这要有钱的人都找你来，亲戚朋友，对，要没钱都躲，这人之常情。人之常情。子女也不是不孝顺，其实他要拿不出来，他没辙。子女如果他没有钱，他也只能是尽点孝心，伺候伺候。对了，把责任尽到。我没钱了，我只能出力啊，我也送医院了，也干什么不了。嗯，在那里是那没辙了。那没辙了。那没辙，就是把责任、孝心尽到就完了。嗯。钱和子女相比的话，还是钱更靠谱。钱更靠谱。而且人家讲话，这网上不说吗？最靠谱啊，一是兜的钱，还有一个就是健康最靠谱。是。别人都不行。对，关键的关键是要健康。健康。实际人到老来就两样，一是健康，二就是钱。子女还排到后面。之后要有能力帮。子女是这样的，没有钱早就算你上了，惦记你的钱和房子。你要有钱有房，你老折腾他高兴；你要没钱房，你老折腾他烦你。你老耽误时间，他烦你。哦。在农村不然父母病了，儿女看来了，没看两三天，我赶紧回去。假期到了，就给我请了三天假，我赶紧回去。这他没时间老陪人，还得挣钱。还得挣钱去，有能力行。有能力行。那他还自己够呛了，他怎么办？除非是子女可以资助，这样的话子女就靠谱了，对吧？不管子女也好，父母也好，要有大量的钱那是太好的事儿了啊！子女要有大量的钱赡养父母、嗯，他就不着急了。兄弟姐妹都着，谁不喜欢有钱的人？这样的话子女就靠谱了。对了，子女靠谱也是子女的钱靠谱，总体来说还是钱靠谱。还是钱。为什么这人都为钱呢？他是有道理的，是有道理的。人说了，你要有钱干什么都成，不能说去亲戚朋友多，我开商场、开商店，嗯，我开银行都成，借助你离老远就跟你笑，连没钱都躲了，亲戚朋友都躲了。年纪大了，光指望子女来伺候、来照顾，还是不如钱。他可以雇保姆哦，儿女要有钱，他雇保姆。嗯，对对对，但是。
靠子女在身边照顾比较好，比较好，但是办不到。保姆也好啊，养老他没有血缘关系，没有亲情。对，你看那子女，你骂他两句，你说两句，或者你看没事儿，另外才有亲情的、这个。但是只靠钱，没有子女的话，可能也很凄凉。那还麻烦呢，是吧？没有子女，这个照顾还麻烦。这保姆你完全相信吗？到养老院，人家是一种工作态度。嗯，没有这个亲情，都是给我多少钱，我干什么事儿，我走了，下班了。总体来说，钱和子女，钱更靠谱。对，但是没有子女也是不行的。亲情没有，而且很容易被邪恶之心的人算计了。嗯，儿女他不敢。对，这个事先要跟子女说好。这笔钱呢，将来我不再都是你的，但是现在你不许都动了。我有些大病干什么生活就指着他呢。这个钱在兜装的，他是人到老来呀、啊，两样最靠谱，一是健康，嗯，第二就是钱，指着谁也不成。在守备的朝下跟儿女要，他有他的子女，对，奔波劳碌为了生存。挣的钱也不容易，都是我兜里有钱，花的也方便。所以说，这个钱和子女都是缺一不可的。缺一不可的，子女没有不成，指着他还不成。嗯，指着还指着钱，但是没有子女也不行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，重要一直在游荡。从3岁握在手心里的棒棒糖，7岁讲台上领到的第一张奖状，18岁。重要两个字牢牢地印在录取通知书上，当然还有婚姻的殿堂，孩子的成长，面子，工作，梦想。年纪大了，轻轻地放下过往，寻一方暖阳，梳理心安的时光。谢谢您收看，我是瑞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